下雨天也配送，下雨天也配送。厦门鼓浪屿跑腿小王子，15910960999，15910960999。下雨天也配送。现在是2021年的不是。4月28号19:23，今天星期三。厦门鼓浪屿跑腿小王子，下雨天也配送，下雨天也配送。下一站怒江道，今天下雨天。哇，这个这么陡啊，现在退潮的时候了。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4月28号，现在已经是19:47。我现在已经在鼓浪屿的那个轮船上面，就是从轮渡码头上的这个。对面看的是那个陆江宾馆。本船已停靠好钟前置，请您办好自己的时钟，并扶上船。再来是请注意看好船舶哪方之间缝隙，谨防踩空，注意安全。今天现在是那个落潮的时候，所以说你看这么陡，本来是如果是涨潮的时候是上面的那个上面可是跟它这个齐平的，就直接平平过去，但是现在是陡的，这是落潮的时候，所以说水位降的比较多。所以说那个可能是再过2个小时以后才会涨潮吧。哎，你知道差不多再过2个小时就可以涨潮，就不要这么累了，不然如果又弄那个重的东西的话，2个小时以后，要么现在是8点吧，现在几点啊？看看，现在是8点，7:56，8点，要么你9点来，要么你就是6点来，不然就是确实是挺陡的。要么你9点来，要么你6点来，不然如果你带重东西的话，你真的是比较难拿。今天呢，又是下雨天，
我们要去的是这一节呢，我们要去的是林氏府。林氏府是三秋田码头乘船，谢谢你们的配合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说那个，说，如果不是那个市民的话，要到前面的那个这个专用码头。然后我们如果那个游客的话，要往前面走，就是我照的方向的前面走十分钟左右吧，15分钟吧。它10分钟有点晚了，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那个三秋田码头。三秋田码头。啊。然后我现在要去林氏府。今天下雨，好吧。一下雨呢？一下雨呢，就是人比较少，大家就躲起来了。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叫鹿郊路，它那个林氏府也在鹿郊路上面，好像在鹿郊路和那个福建路之间。哎，怎么还有车？这边也是西，哦，垃圾车，不然怎么可能？可能在下那个岛上面走呢？只有垃圾车才会在岛上才有可能在岛上面走。垃圾车那个治安车，还有一个旅游车，就是旅游观光车，就是那种观光的电动力的旅游观光车。还有一个车是人力拉车，就是人力的。应该是从这上面走吧。你暂停一下。到林氏府了，到林氏府了。前台在这里吗？啊，是不那个蛋糕，他今晚入住，是那个姓潘的。啊，就窗户那边问一下我们同事。哦，怎么进去啊？这里是林氏府，鼓浪屿的林氏府，这个感觉还不错，很有韵味。啊，这是真的可以喝，白色的，上面那个大吊灯，这挺漂亮的，但是说实用我不知道是怎么实用，但是这样子很舒服，就是说了，实用我不太清楚。你看，这是木头制作的，
小兰那是谁啊？这是前台。都是用木头做的。这个布光真的是布得很好。以前的人就是这么享受，好吧？以前富家人。梳妆花园。林师傅，我这个我就不练了啊，大家暂停一下去看一下。那这布光实在布得太好了。是旗袍间，旗袍是上海女性，我记得上海女性特别喜欢的。这个是入住可以免费体验一下这个旗袍是吧？对。啊，那这种旗袍一般是多少岁的？20岁左右是吧？妇女就。它里面有不一样的风格。啊。然后尺码都是不一样，这个要看客人到时候他自己挑哪一款。那这个，它这个身高有要求吗？就是看客人身高，它有短款的，有长款的。哦。那里面差不多几套啊？70-80套。70-80套是吧？感觉好像旗袍，上海人比较喜欢穿。啊。上海苗条的喜欢穿。其实是离开这里你就有感觉了。听说有好几栋，4-5栋，然后这一栋呢，我刚才看的这一栋呢，是那个办公楼，里面的陈设还真好看，啊，雨实在太大了。
看这么陡。好，我下去。还是雨天路滑，雨天路滑。请照顾好您身边的老人和小孩，请放慢脚步，注意安全。戴好笔，看好脚下，请注意安全。请照顾好老人，注意安全，放慢脚步，注意脚下安全，防止滑跌。登船时要注意船舶及码头间的空隙，谨防沉空。是2021年的4月28号，现在是21点。我现在在轮渡站，我现在在轮渡站。今天下的是中雨啊，21:04。今天外面下雨啊，中雨。基本公交车上面都是湿漉漉的。